好，今天要讲解的是蛋糕方块。其实呢，蛋糕方块它的结构就是3×3的魔术方块，所以解法上来说，它跟3×3的魔术方块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它的中心，中心在这里，中心在这里，这里。这个部分它可以转，这边是角块，这边是中心，这边是角块，所以同理的话，这边就是角块，角块，这边是中心块，所以这个部分都不会去移动的。好，那因为它是3×3的魔术方块，因为它的判断比较困难一点，所以我可能会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，所以我就这部分就不再去另外做示范。好，那如果对于三阶还不太熟悉的玩家们，可以去点旁边的连结，去学习一些三阶的基本解法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颗当作是3×3来去解它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这颗3×3的变形方块。